Hello， 我是 Vincent， 今天想要讲亮这个字。相信大家对亮这个字并不陌生，因为在某些人的名字上面也有这个字。亮就是漂亮美丽的意思，在中文里面呢，我们比较常会这样子用，这里的风景好漂亮，这个女生好美哦。但是呢，在广东话里面虽然有这两个字，但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是不会用到的，我们只会用亮，真的是只会用亮哦。 Only 亮，举例一下我们怎么用亮这个字。靓仔、靓女、你好靓仔、你好靓女，都几靓的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用来形容物品。你这表好靓哦，你件衫好靓哦，你对鞋好靓哦。但如果想要称赞男生的话呢，我们会用比较中性一点的字，好睇，就是好看的意思。最后呢，再来一段比较有趣一点的情节给大家看一下。摩镜摩镜，在这个世界上面边个最靓啊？啊，为什么我是你的阮月娇？好了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再重复一次亮的这个字的发音。靓靓，好靓好靓，靓仔靓女，你好靓仔你好靓女，都几靓的哦，都几靓的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下一个影片会在同一个地点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